掌握每日关键，精辟新闻点评。 主编点新闻，是的，在我们今天主编点新闻呢，第一篇要跟大家来谈的，就是现在发生了第一次，也是史上第一次国政发动这个记名投票呢，反对党就全体离席，那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投票结果变成了一百零一票赞成，零票反对。那说的呢，其实就是这个财政部呢，提成了二零一四年的消费税法令动议的总结的时候呢，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了。嗯，那那个时候呢，因为这个国政的人数是不足嘛，所以呢，就发动了记名。 名投票这样的一个行动，但是呢，这个副议长的 Double Three 罗南间迪呢，就以超过午休时间为由呢，就拒绝要执行这个任务呢，要求呢复会之后才来进行的。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则新闻的一些详情哦。嗯、那我们发现说呢，这个副副首相也就是阿莫扎西就亲自坐镇这个议会厅内，也就是在午休之后。那这个国政议员呢，那个时候就是人强马壮嘛。那行动党的这个芙蓉区的国会议员呢，陆兆福就投诉说，为什么在午休。 之前呢，就是不给记名投票呢，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我们就。 当然也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朝野一言，当然就会有一阵的叫骂声。对，对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呢，这个阿莫扎西就站起来说，讲副议长就要求国政要记名投票。陆兆福呢就喊大喊呢，喊这个不公平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所有的反对党就离席抗议。确实，在这个事件当中呢，如果我们呃详细的去看一下，他是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，因为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说在午休之前，那行动党呢他们是或者说反对党，他们有提议说要记名投票的，嗯、但是呢，这个副议。 呢，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要以这个午休为由，所以就说好暂停，等午休过后呢，我们回来才记名投票的。嗯、但是呢，一午休过后回来，哎，情况不一样了，因为呃，<laughs> 刚才不在的人<是>现在都在了，那当然就不公平啦、啊。去 <laughs> 呃，看起来，但是我想说的一个点呢、哦，<laughs> 我们现在谈一谈，就是说，当你在投票一见这个法案通不通过的时候，难道就可以说，哎？” 我马上我不、嗯、我不看了我不玩了这个游戏我就走了。那你会不会说太儿戏了一点呢？毕竟这是国会。你当然说，如果你代表人民的话，你也有这个权利，或者是你有这个职务，你必须要把这个票投下去，无论结果是怎么样。嗯,嗯，不过当然我们现在在说的呢，其实是一个现实跟理想的一个状态，当然也是一个对<然>呃各界都很公平的状态。嗯、我们常常说呢，来到了国会上，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议案要寻求通过的话，嗯、当然你说现场。 所有的人在现场，我们进行投票计票，它呃严格来说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状态。嗯、但是如果你是看哦这个形式优势在我身上，然后呢我才来进行的相对的一个动作，那当然我想另外一个反对的阵营就无法接受了。其实这个就是个游戏的玩法呀，就是如果你掌权的话，嗯、你当然也可以这么这么这么样来玩。虽然说这个不公平，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，但是毕竟。 在国会里面，很多这个我们说的开会，你必须要投票去选择，究竟这个是对人民有没有利的嘛？那<是>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，说今天反对党呢，他们选择集体离席，然后是以零票来呃抗议。这个除了除了是一个消极的抗议之外，我相信他可能对政党的一些利益影响不大。反对党觉得说这个法案嘛，嗯、就是说他们说的这是二零一四年消费税法令的这个动议，嗯、可能他们觉得说，哎呀，反正我有投没有投都是输的，那即使投了过后又怎么样？然后呢，<诶>没有。 影响，嗯，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人来说，他可能会觉得说，呃，他离席抗议不投票，跟投反对票，可能还是站在不同的立场。哎，我非常认同啊。虽然虽然对于那个呃，就是法案通不通过，或者是接下来造成的影响，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直接性的影响。对，对对但是立场不同，对，定位不同。但是他现在反正他不想去花这样的时间嘛，<laughs> 他觉得，哎呀，反正我我出去还可以喝一杯茶，<laughs> 我留下来投票也没有什么。对，所以我们说呢，其实，在国会上，在政治上呢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考。 考量，尤其是站在不同的<是>呃这个政敌或者是朝野政党的这个立场上，我想、嗯、呃我们的屋主编应该也是这么看的吧？是，我是认为说，如果是你今天已经是代表国会的这个议员的话，那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如果你要像台湾这样子丢椅子，我们当然是不不支持。但是也不赞同了，对不赞同。最重要呢，你自己本身呢要执行你的这个职务。那离席抗议呢，它是不是一个最好选择？我相信大家见仁见智，心里有数的。嗯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暂时打住一下，听一首歌。回来之后呢，我。 我们继续来带你关注的，就是跟假新闻有关的消息。是，掌握每日关键精辟新闻点评，主编点新闻。